我是寒山美术馆馆长布达，也是本次项目的发起人。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为了探讨一座现当代美术馆与所在城市的关系，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是以做当代艺术类的展览为主。一家美术馆它与这个城市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课题。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不是说只是以听觉为主在做，与此同时呢，也是希望把这种听觉转化为其他的观看方式。可能比较大的困难是一个田野录音的一个困难，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在出发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些户外录音、田野录音注意事项吧。其实做计划是蛮重要的，大家还是就是一个劲的在往前冲。就我们这次展览的那个作品其实是慢慢做出来的，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给我非常明确的哪些那个艺术家的作品长什么样，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呈现出来，我还没有完全考虑清楚。在此刻在这里的聚集，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城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吧。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目前美术馆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一种模式，现在的美术馆它更加多元，更加开放，它所展出的内容不再是简单的绘画，它包含了人的各种感官感知的内容。所以从目前的美术馆发展的趋势来说，未来多感官的倾向会变得越来越重，因为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公共艺术机构，美术馆要参与与其他娱乐形式的竞争，虽然说它更偏向于高雅文化，它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优化自身，去与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娱乐方式进行竞争。人们不一定会去选择相对难的一种方式，大家更倾向于去选择相对简单容易进入的一种方式去学习。美术馆在整个展览的倾向包括展示的方式其实都是需要做一轮更新的，那多感官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听觉作为人们最重要的而且与情感链接最直接的一种感官体验的方式就变得越来越重要。那我们这次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是为了能够做一番探索，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下能够做出一些更有价值的尝试，为其他的艺术机构提供一个可以参考可以研究的案例。我是欧宁，我是这次项目的主持人。这次项目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工作坊，主题是策展实践与地方营造，那它包括一个多星期的这个讨论理论学习还有田野录音。经过这个工作坊呢，我们会产出这个项目的第二部分，就是展览。展览的主题叫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整个项目其实是关注地方文化，关注苏州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和当代的这个现实。我们选择了声音作为我们切入苏州研究的角度，组织大家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对苏州的地方音景进行一个广泛的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呢经过所有工作坊的参与者的提案，然后再经过三次集体讨论，每一次都是对每个提案的优化和强化，定案之后呢就变成作品在展览里边制作出来。从展览生产的角度来讲，是一次跟目前的展览制作方式不一样的，因为从工作坊产出展览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而且我们工作坊的参与者都是通过公开招募来的，每个人的专业都不一样，而且我们不熟悉，因为公开招募的话会超出平常我们的这个圈层关系，这也是这个项目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这个工作坊里边和展览后期的展览制作里边，其实每个人都是学生，每个人都是老师，我们没有设计这个传统的导师的制度，也没有设置策展人这样一个身份，
而我自己呢就变成一个主持人，最后产出我们的工作结果。选择声音作为研究苏州的一个切入点，其实是因为声音这种媒介它一直是被忽略的，它附着的社会历史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我们一直忽略了这样一个媒介，所以这次我们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被人经常容易被忽略的这样一个声音媒介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提供了一个遗产研究艺术创作的一个比较新的角度。大家好，我是一个建筑师。这个项目挺特别的，首先呢是一个关于声音的一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呢不是完全关于建筑的，甚至不是关于视觉上的空间的，但是关于声音的。声音和空间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是做作品的方式参与到这个里面来，但这整个过程我也是共享的。空间感比较强的或者是需要大空间的作品的话，对我来说我开始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我们这次展览的那个作品其实是慢慢做出来的嘛，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给我非常明确的哪些那个艺术家的作品长什么样，所以也是和艺术家们一起把一个作品逐渐的完成的一个过程。我在过程中也提供了空间经验的一些建议，所以参与度算是比较高的，甚至到了作品的层面。我在做整个展览设计流线的时候，它涉及到大的空间和小的空间的转化，涉及到对美术馆既有空间进行重新的空间分割，来创造新的流线和新的空间的一套经验，然后怎么把这个东西串起来，都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在苏州比较方便，所以也经常去看园林，所以我觉得像园林这种把一个自然的东西缩到一个小的尺度里面，通过调整尺度创造人们对自然的一种想象，对景观的这种想象的这样的一些手法，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潜在的影响。所以大家的30个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来创造这种想象的材料，然后整个展厅设计和作品连在一块儿呢，就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关于声音的景观。我们这个工作坊按照工作计划呢，它是分了几个组，每个小组可以按照之前我们这个工作坊里给定的这样的一些建议的一些方向，就是分片区的去调研，要感受一下。因为我们本次参加工作坊的很多学员，我们都是来自于全国各个地方还有海外的，所以他们好多也可能是不是特别熟悉这个苏州。我在的那个小组呢，就是因为我是来自苏州的嘛，可能就让我带大家一起啊，就是出去转一转。第一天我们跟郑丽红老师一起去的山塘街，其实山塘街我也不是第一次去，但是第一次抱着这样的一个角度和耳朵的开放性还是第一次。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桥头上面，我就耳朵有特别大的一个冲击和对比，就是我一边是听得到这个园区的一个喇叭的声音，就是劝喻大家去戴口罩，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对岸的，就是桥的对岸会听到这个昆曲的声音。那其实这个声音是很现代的，因为以前我们还没有利用这个电声去演绎或传播昆曲的时候，这个距离肯定是听不见的。那肯定就是说现在的设备科技等等的文化背景底下才能促使到这个画面的出现。所以我觉得那一下我是特别有感觉。在出发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些户外录音、田野录音注意事项吧。其实做计划是蛮重要的，大家还是就是一个劲的在往前冲。对我这种其实平时一直做这种专业录音的一个工作来说，在体能上还是就是要求比较高啊，因为扛着一个大设备在外面，很多情况下大家都走得特别快，没有照顾我，觉得我很坚强，可能是一直干这活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还好后来最后那个有些小伙伴还是借了辆单车帮我扛设备，其实还蛮感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些素材的录制其实更适合一个人去单独行动，就是大家一起走的时候可能会大家都各有各自的想法。采集声音啊，其实只有在很多情况下，就无论是这种录音还是更多很多艺术创作，在一个人的情况下更容易有思想有火花。然后我们那边呢，我们就去到了那个昌门山塘街。
最后到了那个林顿路的玄妙观和观前街。而第一站呢，我就带着大家到了这个昌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点呢？就是它恰恰是我们这个古城的这个城里城外的一个交界点。我们这个来的学员其实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的领域其实很这个多元的然后每个人过来以后，他可能最终的他的一个想呈现的对于苏州城市地理的这样的一种深景的表达，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方向虽然我们其实是在一起其实一起学习交流但是相信我觉得今天经过我们的一个前番的学习和讨论以后，我感受到今天可能大家都在去回笼到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方向上去。我觉得恰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也工作坊的一个意义。本来这个也是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和对苏州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发现的一个表达通过一种声景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来去进行诠释它。本来声音我觉得它就是来自于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这个感觉的，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最后的一个呈现也是这样一种多元的。日子的厉害的凶的是很难很哪、很哪、大大大现在因为还刚刚开始其实也有在考虑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呈现出来，或者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去表达出来，我还没有完全考虑清楚所以我觉得还是随着进一步的学习和深入的这个观察和研究以后，我觉得可能会慢慢随着这个工作坊的这个进程会慢慢浮现出它的一个这个一个想法来。其实我是一个研究昆曲的音乐人类学者，在我一直的研究里面，我会发现现有的昆曲的研究，他们更多面向的是关于演员身段文本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很少会从音乐或者说把声音作为一个声音的角度去研究。我也是刚好有把昆曲锣鼓作为一个声音或者说音景的这个研究角度的想法出来之后，就突然看到工作坊。像一般人会觉得苏州都是吴侬软语的地方，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还关注的是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一个美术馆它需要与在地进行连接，我们所处的时代呢又同时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全球化的引申意义其实就是一种同质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同一种模式来生产。大家好，我是聂俊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福音实验室。我一个朋友好像是做一些声景声音研究的嘛，然后他就介绍我说要不要一起参与这个项目，因为他们是做声音内容研究方面的，因为我主要是做一些系统还原的，他觉得可能跟他一些这种研究的结合会比较有创意的火花诞生吧，所以来观察。这次的作品呢其实主要分为两块，一块是跟那个蒋云老师合作的叫苏州的今昔声景的一个对比，它是通过一些苏州一些当代的现代的声音以及苏州过去的一些民间的传统的声音的一些声景的对比，通过一些 3D 声景的一些音效的演示，把一些当时的一个 3D 的一个声场还原成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环境吧，就是坐下来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声音是一种感受。然后第二块呢是可能是我们跟那个耳铃网合作的，是征集一下大家在2020年比较难忘的事情以及对2021年的一些祝福，通过一种客户上传的一种模式希望就是说大家都参与到美术馆的声音征集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结果还是很不错的，最后采集到的素材还算蛮有惊喜的，看到了很多很有地方特色的像克斯类似这样的一些民间的手艺之类的东西，还有古城墙嘛，加深了自己对苏州的很多印象，对于一些传统的东西，对我印象最深就是那种苏州工匠精神，双面刺绣异色异形一下觉得自己有文化了，就觉得自己有点苏州的一种文化知识了，希望能把这种苏州精神融入到我的作品当中。那天我听王静老师讲说嘛，他说你怎么样去形式化，是我学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去形式化，把自己融入到这样一个场景里面来，去聆听这个你和这个
这个地方的一种联系，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过来再采集东西。大家好，我是张大静，我呢是苏州黑胶星星厂牌的主理人。可能比较大的困难是一个田野录音的一个困难，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因为我们想要收到效果比较好的声音，然后呢要收到比较有相声意的声音。如果我们拿比较好的一些录音设备去，就会打破整个舞厅氛围的一个均衡，也可能会惊吓到大家，因为本来大家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它的整个灯光的一个氛围大家就很舒服，很自我，旁若无人的感觉。当有一个拿着哪怕是最小的所谓的第一百的那只录音笔上的毛毛头走入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比如现在镜头对着我的那种尴尬感，相机镜头对着你，你完全可能就不是平常的状态，它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录音这个是真的蛮有难度的。然后我们这个呢，你会看到三面的有三个小的窥视口，就像我刚进入刚了解这样的文化的时候偷偷的去窥视它。然后呢我们在舞厅中间呢，我们会有舞厅的一个氛围，然后呢我们跟苏州的雕塑艺术家周佩伟先生然后合作，请他制作了像这样的一个舞厅的一个雕塑群像，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三面开口全密封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它一直是在旋转，但是你不能看到它的全貌，四面都是镜子，整个这样的一个氛围会让你会有一种眩晕感、荒诞感。而且我们在里面放入了植物香味的一个香氛，所以在整个氛围里面，哪怕你只是简简单单的待满1分40秒，当你出来的时候，你在里面会有恍惚的眩晕感以及气味氛围本身，我相信你再回想起曲终人散这四个字，肯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些感。我是陈然，我是一个剧场工作者，然后来自北京。我们做剧场的话，更多会从视觉上去考量，然后视觉表演，然后身体跟空间。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很多店里会传来评弹的声音，然后评弹也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这种中国传统的剧场艺术，表演艺术吧。评弹的这种独特的这种韵律感。这种说唱的这种方式，其实是一个挺强的一个听觉的体验的。苏州的这个多样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到底什么能够代表苏州的声音？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带有这种游人的想象和预期，那我又会在这里以我的个人经验去捕捉到什么样的声音的信息，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尤其是苏州这样的一个这么有文化传统的一个地方，这里的一切的这种形成，我们在此刻在这里的聚集，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城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吧。美术馆的生产方式有时候它不是一个非常模式化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课题都会有所不同。那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与声音有关的项目，叫苏州的声音地理。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它本身是需要在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找到一种关系。一方面它是想要去挖掘地方性的一些特色，同时又希望用一种相对全球性的语言去把它呈现出来，这可能是这个项目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另外，针对每一种城市的声音遗产，它如何去保护，如何去更新，我们从怎么样的角度去思考这些声音遗产的未来，这个也是我们这次项目当中所要想去探讨的一部分。